主题就是国光2019后电视女孩选拔赛。我们要从女生的观点来看，女性最讨厌那些正妹的漏电行为是什么？哦，第三条，异性相处没有距离。距离。这其实也是跟刚刚的有点类似，有的比如说啊，立冬你来了，哦，对，假装没有空隙啊，对，没有，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。对，比如说他拍照就，哎，我们拍张照吧，好吗？然后就勾过去，是不行，这个你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也是要看，如果他今天单身，这男生也单身，但随便。但如果你今天这男生有女朋友，然后你是或是你自己有男朋友，这样就不行啊。哎呦，看出来不是很会摆。哎呦，这衣服看不太出来，看来是漏电吗？对，这个是漏电哦，这是身体不协调。刚刚第三项，无距离感，无距离感，哎呦，无距离哦，他来去来，你讲的好像兄弟，你好气哦。哎呦，肢体接触，沙龙巴子太长，肢体接触，昨天晚上卡的，吸气。哇哦哦，难怪膝盖受伤。哎呦，嗨，常跌倒了。请问你多久一次重心不稳？就最近，所以才膝盖受伤。地震对不对？你在哪里跌倒？没有，就是我是下电车的时候，他把我放在一个阶梯的旁边，还恶劣。然后我一开门就跌了，故意的，故意。附近有没有人扶你？没有。大家有没有笑？没有，那时候晚上没什么人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请问你的三围是？34D32435。你叫做 Ali。是什么星座？巨蟹座。急诊的时候情绪激动，抱住医生啊。你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情绪激动？然后护理师的学姐呛你恶心，不是？你是学护理的？对，我本身是护理师这样子。然后是有一次我们就是夜班的时候，我的病人就是他是一个阿嬷，然后他是有个气切，然后就是晚上咳的时候就是把气切咳出来了这样，然后那时候血氧就掉到50几。就是像我们正常人大概是100左右，然后整个就是脸就黑掉了。是。然后那时候，就是要把就是把那个气切放回去。然后那时候医生就是前面就是试了一次，就是没有放回去。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，想说那个阿妈可能这样就会走掉这样。所以后之后医生就再试了一次，然后就放回去了。成功。然后就觉得很感动，所以就是有就是抓了医生的手说，就是觉得他很厉害这样。说。怎么抓？抓眼，对，怎么个抓法？谁要演医生？预备，你演气切好了，然后你演气切。哎，好了。怎么这么厉害？妙手回春呢？啊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会怎么样吗？就是学姐在旁边看，就觉得说，你昨天讲什么？你跑过去，哇，华佗在世，就觉得很厉害，一定是很近的。对不对？然后学姐刚太远，再一次有亲他脸颊吗？没有没有，就大概这样子，这样子觉得这样很还扭一下，哦，那这样不行，这样子不行，不行，到底谁会在医院跟医生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不是因为当时感动了，对啊，感动也不需要，对，你应该这样画，连冷血都每个医生救回病人，你都要这样对他们。哎，可是你们要注意，他们很熟哦。他们是同事哦，鳄鱼，对啊，而且在三更半夜，但是在病人面前这样子很救活了，这样就是想要把他的医生啊，黑嘞，你们还这样子，都还不是念苏里达姆，这样90度鞠躬，这样就好了，这个 moment 就是互相尊重，鼓掌，鼓掌，要敬个礼，我还放炮，你有放，是，走掉这样子，真放炮，不过他也非常，因为他异性缘很好。那闺蜜就破坏你跟男友的感情，因为我声音其实也蛮低沉，然后跟男生互动的时候，就是有时候会就是把女生当成一起，就是当女，就是我有时候会把男生当女生就是相处这样子。然后殊不知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，就是男生朋友就差点就是被车撞，是给他抓着他。殊不知我女生朋友就是很喜欢他，然后他就觉得很不开心，觉得说我跟他有肢体接触，然后就跑去跟我男朋友告状这样。哦，那结果呢？结果男朋友不生气？还好，因为我讲说是过马路。有觉得那天过马路是高速公路，很危险。这样可以吗？
行哎，不是，还要救人呢，会被车撞到呀、啊。没有，没有，那个过马路行，可是但我不能接受是他刚刚说什么，因为声音很低，所以都把男生当哥们，这种就是屁话。你奶那么大，你有事吗？对呀、啊，奶大来自于机场的，真的指控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上次上国光又，人家称你漏奶天使。嗯，漏奶，观众问题怎么取的？就是上一次也是穿比较露一点，然后就是那时候站姿就是比较好卖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你不要当护理师好了，你就是去卖奶什么的。难怪你今天我看你站起来有点驼背，不敢挺胸。对啊，停胸，停胸，停下，等下会被骂。竟然有这个，不会，谁骂？对不对？谁敢骂？停死他们，挺胸嘛。对，我们挺你，对，支持你。你不挺？被讲还是穿这样啊？哦哦，哎呦，你今天身上穿的是霓虹灯一样。还有新北镇镇住人移过来。老天鹅，老天鹅，北投代表，北投代表，八岛哎，八岛，北投代表。那你有因为这样受到伤害吗？其实蛮难过，因为那个影片下面就是会很多留言。他是做护理师，对啊，哦，他平常其实是很有爱心，对，其实能做护理师的女人就不简单，真的，因为他给你非亲非故，他这样帮你把屎把尿，帮你插血管什么的去救你，而且上班的时间这么长，对。这个时候就有 VIP 的病人开价150,000找你当私人护理师，哇！一直开价，转折好大，15一个月少哈，15,000，他那个五天就得100了，你比较难赚一点。一个月5,000，没有，他这个私人护理，就是有一次我们那个就是病人，然后他说他爸爸就是中风，然后又失智症这样子，他觉得就是我照顾他的时候觉得。照顾得很温柔很好这样，然后他觉得说那就是希望我可以离职然后回家照顾他爸爸，这是 OK 的啦，这是 OK 啊，这又不是照顾他，小孩的孝顺，对啊，私人又不是情有可原，算是挖角，他又不是说要把你带回去跳舞给他爸爸看，每天跳舞，对不对？完全不同感觉，对啊，你后来没去了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应该不单纯啊，不单纯的爸爸吗？哦，后来因为是不单纯，没有，我觉得啦，绝对不单纯，一个月150,000，乖乖，你开门爸爸就好，8万，哎，中计了，媳妇儿，终于来啦，中什么计啊？哪个年代的事啊？中计了。哎，罗伊达，你说抓包男友有多夜情对象？对，多夜情，还不是一夜情哦。因为我之前有交一个男朋友呢，他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好像都会很让我安心的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介绍我的女生朋友给你认识，这样子好像很想让我安心。对对对。那就认识之后，后来原本一开始也我没有多想，直到有一天呢，我就是偷看他的手机，就发现嘿，这些女生，比如说他介绍六个好了，有一半是，有一半是他想要。没有，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些他都说是哥们，因为他带出来的时候都跟我说，我跟你讲，这都我认识很多年的，很那个很。对方也很自然吗？对方也很自然，也都跟我说哦，我们什么学生时代就认识了啊，什么讲的，就是好像真的是多年青梅竹马还是什么。这个行为我们要谴责，这不行，偷看手机。对，是这样，谴责罗琳达，是这样的。哦，讲的错了，错了啦，拜拜。啊，嗯，那你有立刻跟他闪？有啊，我立刻跟他讲啊，然后而且我不但跟他摊牌，我还立跟那些女生也都摊牌这样子。那你有跟那些女生讲说他好几个？有啊。那他还可以在江湖上走跳吗？这我就不知道，因为后来就没有联络了。所以你就是因为那次打击，后来受伤了，后来长成这样。怎么一长成这样？怎么一本来就长这样？他很久，骷髅帮那条路。就胖不起来，伤心嘛。哎，你是本身就胖不起来，还是？没有，我很容易胖呢。那怎么会这么瘦？还有就是有那个健身。那这位女生她的行为，你们觉得没有安全感的，请举牌。一、二、三。我这样没有安全感，这样不是因为身材吗？不是，她在工作的时候都已经会做那种肢体动作了，何况是对不对？我觉得是他的想法让我很害怕，就是他觉得我声音低，所以男生就是哥们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太可怕。而且你看，要护理师，男生搞不好就会装病给他把脉或什么的，这个太危险了，不行。对，奇怪，康哥头晕的，看到他就生病了。所以你们前面两位女生，你们不能用你们的遐想去定他的罪啊。是啊，他没有真正做。还有最后面那位女生，你可以加入我们讲讲话吗？你在旁边抿嘴，饿了是？翘脚抿嘴，没有啊？你偷吃酸梅对不对？没有啊，完全不进入状况。没有想要进去，但是进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
很难进啊。来，你讲，你现在进。哦，我现在可以讲。讲来来来，你讲。谢谢谢谢。没有啊，我是觉得说哈，你自己知道你长得很漂亮，胸部又很大，你就自己行为举止要检点一点。对。哇，你知道吗？坏婆婆啊，你坏婆婆。她是你媳妇儿。对啊，什么婆婆心态啊？哎呦，你演错戏。你个人身材也很好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没有肩妈在场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讲这话是很像那个脸色变黑的阿妈。哦，那个轻言轻举止，你的行为你可能觉得没什么，可是会造成别人的误会，对，别人会有遐想，不战之罪。嗯，没事。好，听你。